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只 Mr. DIY。Mr. DIY 今天呢突破了这个筹码主力线的蓝色线，再一次的站上去这个200天均线 1.5 亿。我有在我的 WhatsApp 小组里面分享这只股，如果你有买在 1.45 左右的话，你现在就赚钱了。现在它的主力线这里呢，很显然就是这一个套牢盘，大概就是在 1.55 到 1.60 之间，这边呢又有它这个200天均线，又有这个 POC 在挡路。我个人认为它短期里面要突破 1.60 是有点困难的，所以我估计呢它可能会在 1.50 到 1.60 之间盘整，这时候就要看它即将公布的业绩怎么样。如果它业绩很漂亮的话，就有机会突破 1.60， 没有的话就要等继续盘整。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，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。如果你也是想免费的加入我的 WhatsApp 小组，跟我一起讨论这些股的话呢，可以用你的手机注册这个某某马来西亚，再填 Google Form， 你就会被邀请加入我的这个 WhatsApp 小组。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，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。谢谢大家。